位在宜兰县三星乡往大同乡方向，以51线旁的乐水部落，因为台七线的开通少有人迹，当地更因此被称为被遗忘的部落。疫情原乡今年与推动地方发展的原住民朋友，在佛光大学创新育成中心的鼓励下，成立了学习团队，来到获得城乡创生计划支持的天颂皮地区，由在地伙伴地热米休闲农场主人廖学义分享扰动地方开创生机的经验。我们最主要是要培训这个部落的专才，来提升部落的游程的服务品质。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个专人的这个带领，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我们可以达成我们的整合我们跨部落的资源。这次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是我们这次最主要的目的。这次的参访以走读方式进行，从地热米农场出发后，要走访目前最夯的天长地久路线。第一站来到长皮湖观景台，长皮湖风景区是一座活水湖泊，几经多位乡长争取整治，如今由丰田乐活公司经营。这里山明水秀，是三星通往乐水部落的行经路线之一。出水果在那边。出去游到哪里？就南洋溪啊，哎、哦，南洋溪。哦，南洋溪。对对对对对。这一条河是清水溪，清水溪在跟南洋溪汇合的，标准的讲法。哦。南洋溪。那个等下那个桥嘛，这边清水溪就流下来，清水溪然后跟这个结合。大家在这里留下美丽的身影，未来更可规划成旅游廊带的据点。天长地久，乐水部落。下一站则是一处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秘境，这里已经是大同乡的复兴村，也是前往清水地热的旁支。剩下的阳光照在结实累累的丝瓜藤蔓上，考察团成员在这里了解到一花一世界，也能就地说出石农的好故事。人者用山自者的乐水，我相信大家常常经过啦，啊，很少停下来看一下，照一张相。几乎都没有停，没有第一次停，要不停我们才停，每次回山上很忙嘛，哈，都很忙嘿。没有人要停。哇，很漂亮。回程的路途中有一处山路车辆暂停区，在这里可以从海拔200公尺处望向南洋平原，这是很多行色匆匆的过路人不知道的视角。启程再往山脚下的地方走去，来到台电公司南洋发电厂天皮机组，引用南洋溪以水位落差产生动能发电的厂区外围，为水供平原的农田灌溉使用，形成这条旧名等灰 K 安定农民生计的安农溪。以前的名字叫做哈点灰 K， 为什么叫电火溪？以前那个叫点灰吉瓦，日本时代哈点灰吉瓦，点灰吉瓦。啊，后来国民政府时代，那个林洋港先生啊，就觉得说点灰 K 真歹听，好、嗯哦，然后就想到一个，安定农民的生活，因为他后来整治好了嘛，以前有社会小泛滥，好、哦，整个都左右都整治好了，然后就那个太长了嘛，好，就安农溪。往尾水方向，台电公司在这里设置了尾水力测试平台，象征着公司协力推广再生能源的决心。比如说，我现在是生意人，我这个东西，我的微水力发，我的水力发电机做好了，我要去哪边测试？你叫他随便拿个地方放，人家也不给你放。啊，所以我们南洋发电厂这个就是那个厂长很有那个 idea， 就跟上面去申请。前面这个是之前做的，好、哦，是他们自己的机组。啊，第二个的话哈、哦，比如说有学术界，你们就可以来跟他合法申请。天长地久的路线来到九琼湖。湖水就是刚刚储放南洋发电厂发电的水源，这里也是一处风景秀丽、兼具学习能源教育的好地方。哦，第一次在那边发电嘛，哈，清水湖发电，啊，第二次在天颂皮发电，然后第三的功能就是那个泛舟休闲，第四是灌溉，哦，基本上一水适用。哦，现在学术界会给他推一个，这个东西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南洋溪。至少四次的功能。发展部落产业特色不可少，人文、历史、地景、风情也都要考量在内。
九琼湖的幸福月台是过去太平山伐木工人必经之地，更是通往乐水部落的中继站。在这里最适合为情侣和联谊的团体导览下一站幸福的解说点。靠近乐水很近哦。对啊。哦。你有去过吗？乐水。有有有，乐水很漂亮。来同学们，来这边请哦。我们那个对面啊，这个对面就是那个玉兰休闲农业区，然后我的右手边就是那个太雅大桥。哦，对，太雅大桥。还没呢，还没呢。那是玉兰。天上比火车站要设置一个水塔，就是那小火车哈，从那个竹岭出来的时候到这边了，水要加满，因为以前是靠蒸汽的，在天上背会休息，它是大站，准备上山了，所以你会比较特殊，这边就是上去了，这样子。幸福通往乐水。回到堤防边，破布屋堤防是兰阳溪右岸离开山边的第一道防线。彩绘着天颂皮地景的堤防显得深意盎然，大家在阶梯上合影就是一定要的旅游回忆。乐水车站重新起航，赞！中场休息，来到天颂皮咖啡，由回乡子弟丰田乐活公司董事长赖荣士分享城乡创生的意义。大家更在这里享用了 DGI 健康在地食材餐盒。再逛一逛富士的火车站，就是一趟值回票价的百年发电厂、百年火车站的户外巡礼。回到地热米休闲农场，农场主人廖学义安排了稻米的一生讲解和体验活动，让乐水部落的青年能够挖掘在地特有的农特产品，经由种米、收割、碾米、抓米乐等等一连串的程序，看见廖学义不藏私的倾囊相授。满了就举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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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惊人的爆米花也在这次的学习中为大家献上一段有如烟火般的精彩爆破。时间到了，好，那保险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看前面，看前面，比个耶，赶快耶！哇，白花花！赞赞赞！白花花的银子，银两哦，来，哇，哎，讲，很棒啊！这个时间刚好，如果晚一点哦，会超微单，但是超微单你不要太超微单，反而是有渐渐。地热米赞不赞？赞！再来就是手做自己的麦芽糖爆米花。这个即将失传的儿时零嘴，让体验的旅人再三回味。酷热的气候没有让乐水部落的原乡青年和地方人士感到烦躁，反而是透过佛光大学的引荐，深度认识了部落隔壁乡村六级产业发展的进步，带给参与者一次十分震撼的能源以及环境教育的学习。